丰富的生活节奏，掌声！一瞬间变得全然无助。你起来好吗？身体动一下，现在脚都不能动了，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吗？生命中的至暗时刻，能否有人把它渐渐点亮？如果连你都无法欣赏自己，别人怎么欣赏你呢？从容面对生命中的变数，希望把我的生命经历透过舞蹈分享给大家，接纳一个全新的自己。现在就是我冲刺的时候，我要回到国际赛场当专业泳将。凭着信念，他们能否逆袭人生，遇水重生？7月30号起，晚上9点，8频道。7月29号起，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。